我是 Enter， 欢迎收看 Enterbox。 在 iPhone 16的发表会以前，大家都知道会有独立的拍照键了。那我原本以为这是一个很好的设计，可以让拍照更方便，毕竟在过去这么多手机的实践下，这真的是一个很方便的功能。但是很奇怪，苹果实际上做出来就非常的滑稽，那加了一颗有滑动感应功能的 sensor， 结果目前几乎都是负面评价，我也觉得是如此。如果有时机的话，大家可以按按看，其实要用不小的力道才办法按下去。那如果你习惯了薄膜键盘打字的力道，或是一般相机快门的力道，或是我对于生活周遭对于按钮的印象还有理解，我觉得在 iPhone 16系列上的这个照相机的按钮就会觉得非常重，那有时候会觉得比较难适应，要压到第二层的力道。我原本还期待它会不会出现像相机一样会有半按快门的效果，不过也没有，所以我原本对于这颗按钮是抱着比较大的期待，但现在看起来它除了快速叫醒相机，对我的使用习惯改变不大。而且同样的事情在 iPhone 15 Pro 系列上面，按 Action 按钮也可以做到嘛。那所以看来这颗按钮未来在 AI 上只能看看会不会有更多的应用了。虽然这是一则广告，不过我真的觉得 Old Phone 蛮好用的。一般介绍都会说它是可以备份转移新旧手机资料的工具，过去一年我都有用过他们家的产品，是真的不错。特别是 iPhone 15 Pro 开始 USB 用到的 10G 的速度，那真的比以前快很多。而我觉得最实用的莫过于 LINE 的聊天记录的转移。在换手机时，你可能会担心换到新机以后 LINE 的聊天记录就没跟着过去，那通常是因为 iCloud 的空间满了，所以无法同步。不过也不是所有人都想要去花钱买 iCloud 的空间嘛，那这时候 LINE 的转移就变成一个很大的问题。那听说连在 LINE 上班的朋友也深受其扰，没有办法解决。所以我觉得打从根本是 LINE 自己本身应该要改一改啦，不然就要用到其他软体，像 Old Phone 这样子内建它有一个独立的功能，就包括了 LINE 的聊天记录转移，在旧机上就可以先备份再转移到新机上。那现在遇到朋友如果 iPhone 要换新机，就可以先用 Old Phone 先备份，多一道保护。那即便后面的 LINE 的同步没有成功，还是可以透过 Old Phone 来解决。所以如果你有遇到类似的状况或顾虑，不妨试试看用 Old Phone 来处理。关于 iPhone 16值不值得换，我觉得除非你现在是在用 iPhone 11 iPhone 12比较有换机的动机，如果是用13 14 15的话，很难被 iPhone 16吸引而换机。那如果是更久以前的，其实打从心底改变换机的是因为电池老化吧，才会想要换机。不过呢，就算是换到 iPhone 16也还是惨兮兮的萤幕只有 60Hz， 使用体验是大打折扣的，真的是恶心了一把。你真的难以相信到现在30000块钱的手机居然还是 60Hz 的萤幕。那不过 iPhone 16这一次跳跃式的采用到与 Pro 相同代数的 CPU， 这点是我觉得在规格上相对划算的地方，也是我觉得 iPhone 16相较 iPhone 16 Pro 更值得买的原因。而且呢，因为要跑得动 AI， 这次苹果也将记忆体提高到了 8GB。 我觉得三年以后这件事情在二手市场是否能跑 AI， 或许是未来大家选择买哪一代二手的一个考量因素，进而对价差会有一点影响。此外 AI 的部分虽然目前是说10月28可以开始使用，不过目前你用 Beta 版的也可以先用到，目前可以使用英文的，中文还要等上一段时间。那目前使用的是 iOS 的 18.1 Beta 一段时间，并且在 waiting list 上面等待几天就可以收到通知开始使用 AI。 那初步用下来我觉得能力不是很理想，与发表会上的呈现还有个人对它的期待落差是蛮大的。当然我相信未来几季随着 Apple 有计划的更新，使用体验还是会有非常明显的改善，但是目前单论现在来讲，它就是一个比较能言善道的 Siri 而已，那不会觉得它有多厉害，效率和实用性都不高。也就是说你可以感觉到它比以前的 Siri 还要强一点，但要说强到像 ChatGPT 那样子还差非常远。另一个我比较担心的是功耗还有发热，在长时间一直使用 AI 对话的情况下，即使手机本身的发热不高还蛮低的，续航力也没有很明显的影响，这点算是在我意料之外，体验是不错的。而在 Safari 的应用方面，你可以选择一段区域后要它摘要或者做表格等等，不过准确度还是蛮废的，
当然这个能力相对不好是跟 ChatGPT4o 相比有明显的代差，当然不能把小模型跟大模型比较，不过这样子让大家比较有一个参考的概念。但如果是在跟手机上的小模型相比的话，我觉得算是比较中规中矩，没有特别的突出。另外在照片的 AI 修图方面，在特定场景修图小范围的东西的确是可以抹除掉蛮好的，但是如果是大范围的也是一团糟，非常的奇怪。而 iPhone 16上面也有支援新的滤镜的调色模式，有趣的是虽然 iPhone 15 Pro 本身它没办法拍摄这样子的滤镜调色模式，但如果是先用 iPhone 16 Pro 拍摄照片，然后用 AirDrop 或其他方式传输到 iPhone 15 Pro 上面，在 iPhone 15 Pro 上面同一张相片也可以开启新版的滤镜调色功能。不过我觉得这个新版的滤镜虽然它让新手有更多操作的可能性，而且它改变的时候并不会无脑的整张下去改它的色调，它会根据前景的主题跟背景的不同去改变。不过我觉得如果你习惯电脑上面那种专业的修图已经可以去拉特定的数值的话，在这个上面你比较看不到数值的痕迹，所以调色起来我反而觉得是更复杂更浪费时间的。 iOS 更新后一个不错的功能就是现在它加入了通话录音，不过这个通话录音它不是自动的，必须自己手动去点它才会启用。另外它会播放一段提示音让对方听到你要开始录音了，那这个语音它是用英文说的。如果是打电话给电话客服之类的，那可以在对方接起来之前的预录的语音就选择点下去，那这样客服接起来的时候他就不会听到了。另外在 Mac 上，如果你安装了 macOS Beta， 那在设定中你也会看到它加入了 AI 功能的栏位，可以像手机一样开启语音，不过看起来目前它就是原本那个 Siri 的反应，画面的效果并不像手机上面是覆盖整个萤幕那么大的差异。以上就是不牵涉的测试还有规格上面来说目前使用 iPhone 下来的一些心得。最近我们尝试在官网开设了我们的 Outlet 的商店，里面有一些我们开箱过的品项或是升级设备而替换下来的零件，也有一些是全新未拆封的品项，都有非常便宜的价格放在我们的官网 Outlet， 如果有想买的产品也可以透过 LINE 直接下单。如果有传输 LINE 聊天记录的需求，蛮推荐可以用用看 Old Phone 的功能，蛮实用的。影片内容制作不易，邀请您按赞、订阅、分享 Enterbox。 我是 Enter， 我们下期再会。